传颂多年的前立委冯沪翔被指控性侵菲佣案的判决呢再度逆转，台湾高等法院上午更五审宣判，合议庭认定冯沪翔性侵菲佣判决四年。这件案子呢传颂多年，从一二审跟一审都判四年徒刑，不过呢跟二审却减刑为六个月，再到了跟三跟四审却逆转成无罪，不过最新的判决又回到了四年，可是全案呢还可以再上诉。